唉，嗨，火鼠安安，雪莉安安 我是再晚点开，你又去睡了，雪莉。早安，早安。有没有烤肉啊，大家？哎，我头发又长到可以绑起来了。哎，我觉得剪头发是2个月前的事啊。我几月剪的啊？5月剪头发吧？妈，6月、5月。又可以绑头发、夹头发了，哎。瑞瑞安安，晚上好。稍早在 PO1 混呢，又练了一只新的角色。哎，因为哇，纠结好久，就还是练了。哎呦呀！哎，我觉得我会死哎。之前满大概几天，5天睡10小时吧，如今已经来到7天睡10小时了。醒一整天睡3小时，然后又醒一整天又睡3小时。哎，雪莉，下一个活动那个赏月的吧？几号啊？926吗？我有看，我有记错吗？哇，懒腰伸不完啊！可恶，我去开个窗户，等一下哦，好像没雨了。欸，我开个窗户，不然好热。开窗户。
回来了。安安，晚上好。我念啊。加送，加送吗？不是吧？冰蓝色安安，早安早安。我一直侦测不到脸啊，奇怪。轩零六零八安。哇，大概一分钟两个哈欠呢，我。
哎，希望待会如果玩悟空的话，的萤幕不要黑啊。哎，好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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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克洛伊安安，早安，晚安。怎样？怎么连？有人就没在睡觉，我还可以讲什么？哎，有什么办法？啊，就不好睡啊！感谢镜子揪团，只睡十小时，对啊，没办法，睡不着。只是有想做的事情，就会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到就睡不着。注意身体呢。哎、欸，会啦，这真的怎么讲？不行的话，自然会睡着啊，对吧？人家说想睡不去睡才叫熬夜啊，我现在是。想睡睡不着，不是不想哦，是我没办法睡哦，这不是熬夜吧？为什么现在关台还没十二点呢？回去重开，回去重开。你很少开到十二点了，好像是哎、欸，你有时候揪团都是十一点多就揪了、欸，睡不着去找一下助眠的音乐吧。有啊，我很多哎、欸，你要听吗？我播给你听，让你方便睡觉。不，是十点，四十点哦、喔，哇，四十点是四十个小时哎、欸。像我前天吧，我前天不是那时候在玩强火，那时候就几小时没睡啊。我那时候三六三七小时没睡嘛，然后结果去补个眠，补个四小时就醒了。然后哦，可以大睡一波，结果我以为作息就是又突然正常了，啊，结果没有哎、欸，晚上照样醒着。强火更新到快看不懂了，反正这一季更新就是宝可梦啊，就是进去抓宠物没了。有推荐助眠的音乐吗？大悲咒。
哦，你是说白噪音哦？白噪音我比较少在听白噪音哎。之前蛮要听那个就是萤火，就是烧萤火的那个嘛，哎，烧柴的声音啊之类的。但那个我觉得那个还好哎，我自己啦，听久了反而有点燥。好啊，那群都不动啊。火化的那声音，所以想睡觉吗？那去躺咯。你可以去听一些 ASMR， 就是什么，木头方块，然后泡在水里面搅拌的声音啊。平时不听睡不着，你说火花的声音吗？试试看我传给你的，我等一下看哦。你说一点开会听到啊，烫烫烫烫烫那个吗？啊，我还没死，开门，里面好烫啊！麻辣糖葫芦，有有有有，对糖葫芦，不过我觉得我那首歌我真的只是还好，没有想要刻意去唱或者刻意去听，就只是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况下才会接嘛，对不对？玩枪火重生啊 ，POE 啊，踩到很烫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或是被岩浆烫到啊，烫烫呼噜呼噜，对啊，不然其实。很少来听那种洗脑歌。Hola， 你穿什么听？有没有版权啊？不是啊，要听这个，打开光遇听就好啦。白痴，这迪士尼的歌哎，噔噔噔噔
噔噔噔，对啊，迪士尼的白痴，这有版权啊！啊！哎，怎么会有票啊？今天开始拔票吗？哦，真对，难怪你跟我说票拔了。你看，我听前奏就知道是迪士尼了。你看我多喜欢迪士尼。标题上就有写了，小姐，我在开台，我在跑图，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标题写什么？迪士尼 re， 去你的！绿色什么？OK OK， 不然你找你朋友玩那光遇啊，叫他来那个云草。我觉得云超的歌很好睡啊。感谢绿茶牛奶的追随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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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揪团，看，安安，哎，最近讲错，抱歉，我现在眼睛有点忙，手有点忙，嘴巴不忙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初见安安，叫错了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有呀。还在玩，欸，玩音游。绿茶牛奶，中秋快乐呀！左成武 D J V U U， 安安，感谢追随。哎，抱歉，Lazy Ball Two， 感谢追水。哎、欸，追哎、欸，首次加入聊天，你追多久了？直接是绿色噪音，在 YT 复制搜寻就一堆。绿色噪音是什么？绿色噪音，那我们黑色噪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你要一个人睡觉听这个哦？这个吗？这超像雪花电视雪花的声音哎，哈？雷雷安安，早安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吵！你要听这个，不如台风天来我家听。你台风天来我家听，好不好？那声音更大声。你说谎哦。你确定是睡着不是死去吗？不是安详的睡着吗？
啊，我播一下啦，这首歌啦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睡。哎，哪一首？这首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抱歉，都你刚刚那个声音啊，那么很小声，结果还按很大声。找不到了，这首？哎哎，不对不对不对啊，这首找到了，这首啊，这首超好睡的哎。对对对，都你，对，都是你，你害的。你奈安安，小孩子，时间到了，该睡了哦，12点了，该睡了哦。没满18岁的，通通都去睡。但你听了又没睡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。这是因为我有事情做好吗？我现在在跑图，我在开台，你总不能我要睡觉开台吧？我不开加班台，对，睡觉还有钱赚。我每次点这边的门就觉得很可爱，小孩子，然后蜡烛还不够高，点不到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次雀魂跟三丽鸥合作，角色是做三丽鸥的吗？还是单纯就是粒子棒什么那些效果而已啊？有还哎、欸，消息有出来吗？哇，说好不在雀魂上再花钱的我，破防了哦！而且怎么会没布丁狗啊？奇怪。对吧？阿爹爹，哎，有个叫草莓味的加我 PC 好友，谁？你是草莓味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草莓？也要和库洛米打牌了，就是库洛米、凯蒂猫、美乐蒂跟大耳狗啊。我不懂的就是。三丽鸥不是今年排名有说前5名就有4只狗狗，哎、欸，其中一个是美那个库洛米，一只我忘记是谁了。角色三丽鸥服装吗？哇，这个希望到时候啦，就是如果这次出角色的话，丢牌摸牌的时候，那只手有没有？最好也是要那种手手出来。为了，哇，你今天好棒哦！趁我睡觉的时候偷吃，最爱这样子的小孩子了。感谢，还好你在我睡着的时候有偷吃，你是最棒的小孩子。你吃了好多月饼。哇！OK， 跑完了，休息休息，我去拔票，我们就换游戏。啥？月饼？哎、欸，那边是挂机的地方哦。哎、欸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你带我去拔票，快点！今天换你当司机带我。好诶、欸，我今天还没看呢，我以为。活动是下礼拜，就是
想说他跟上一个活动没差一个礼拜啊，想说应该是下礼拜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哦，所以他你要用披风过去？什么？哪个披风？那边不是有可以坐的吗？九色鹿哦，哦，好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个吧，不想断手，好啊。五月降中秋快乐！哇，露诺是你！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哪边有月饼吃？这边的金人我没捡呢、欸。啊，吃在那边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水上有两个月亮，水上。哎、欸，我不可能啊！我这边金的一定有减啊！你看，我永久翼又加一了。水上有两个月亮，去吧。拔拔拔都拔，我找到了。桌子附近有一个，总共几个？剩下三个猜灯谜，哇！灯谜在哪边猜？对吗？随便回答就可以了。写下灯谜，这是我要写的灯谜哦。哦，点玩家，这是玩家的吗？什么游戏最好玩？什么游戏最好玩？哦，不是他哦。嗯？我看都是朋友哎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。喵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好玩哦。什么烂东西？各位上线猜灯谜喽！月雪，月雪没回答。总共五张一天，好。你是谁？有没有你啊？我找一下有没有你。奈布小驴子。哎、欸，小驴子，狼来了。我知道杨桃啦。就来吧。哎、欸，我会，这个。没有光的世界，巴洛克啊，别说，呜呼，
解灯谜没有奖励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发型你会不会很喜欢啊？我觉得你也会喜欢这种发型哎、欸。这发型是兑换的吗？还是付费的？啊，是付钱的，完了。这盘子可以放火盆啊。哦，所以你今天就在这边一直吃是不是？哦，辛苦你了哎、欸。我刚刚以为你说限时吃很多月饼，正想跟你讲说，那记得要多运动哦。大概二十分钟吃完啊，这么少哦。哎、欸，还蛮多的哎、欸，看起来量很多哎、欸。哦、oh ，好啊！啊，感谢诺诺，拜拜！哇，马上鬼转，你要偷吃黑石？哈，哎呦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叔叔安安，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还是我们来打雀魂。雀魂任务我都还没解。你应该没去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做那个地图石啊，我的金人就除了陈岛的那一颗 bug 金人没拿，我全部真的都拿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三个月没去投胎了、欸，哎，我想说还是这之中我去投胎，就靠着永久翼跟诺诺的白蜡过活，没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活得了啦。有意外的话，我顶多死两个人嘛。利恩有没有解答？利恩，我需要答案。利恩，这有没有解答？有没有标准答案之类的？报警，不管了，就报警了。莱恩安安，你的光遇有点酷，对吧？光遇还可以，光遇越来越强了，还有日马可以玩。嗯，看剧情解。点亮亮的地方，不要啦，我现在没空啦，照着点就没事了是不是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吗？多喝，哪些线索？完了，救我！救我！我是个不爱看剧情的人，救我！都要点哦，那白痴哦。哦，那还是下次你跟我讲说，反正你过得了就好了。就像 POE 一样啊，哦，每次都要重练。讨厌死了！吃吃安安，
我剧情都没看，全部点一点就有了。因为前一个任务他不是都要那个吗？有个标准答案。野原，欸，我真的好喜欢。欸，结束了，第二章。我才想说，我喜欢刚刚那一只的，就是侧乳那个部分，香香的欸。快过，怎么快过？等等，会打有人场吗？会吧？你要玩吗？你想玩吗？好多哦，哇！直接，选什么？一个萝莉，一个女仆，选这个吧。安安繁星碰干安安，怎么上次挂着挂着就睡着了啊？可恶，没打到招呼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我说你睡着啦，不是我睡着啦。因为那时候在，我在干嘛啊？我在 POE 赚钱。对啊，你那时候就变成一只不知道是龙还是什么，很像袋鼠的。然后想说只是切个画面去 POE 刷两三张图，那回来就看到你睡着了，这个在冰箱里。哎，那我按退回吗？所以我要回去。哦，什么意思？确认有活动哦，有啊，前几号啊？十四号开始吧，914开始。我知道犯人是谁了。那我要怎么用？贵人明善。哦，没了，就这样吗？好友佳佳可以来凑卡了，那我要删掉一个好友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还有少？快点，这两个是什么？我刚好点冰箱哦，哦，白痴哦。那怎么会少那两个位置啊？左上退出，退出。哦，哦，哦，踩我！怎么会这样？哎，雀魂难得活动会这么久哎。好正是不是？来，请看一下我的好友上线。我前几天删了几个，风干加我啊！没被删感动，哎，
你只要 ID 不要取什么煞气耶、欸，什么绿茶，绿茶我还想说是谁啊？绿茶牛奶我至少也不会删好。你看米奈在这边还没加而已啊，只是有些你看啊、喔，有些超过一个月，像这个我有印象，他很早前有玩过啊，只是拜拜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是谁？哇！好久没出现了。这个我就没印象啦，可是看他六天前出现，嗯，啊，一根毛毛我也忘记他是谁了。小奈还有印象，这个我没印象了。你没在上面，你没办法在上面啊！无开玩笑吗？烘干加了没？没有换角色。哎、欸，真的要玩哦？好吧。还没，你还在开游戏？好。我想玩吗？我不是开了吗？反正任务全开了嘛，加减打。你 ID 给我吗？还是你待会进来直接加就好了，如何？快点，现在还有位置，96012，三秒钟、两秒钟、一秒钟进来。这是你吗？碰柑不是橘子哎、欸。柑橘类虽然是柑橘类耶，哪边加好友、哦？这个哦，风之谷哦，哦，然后还有人想打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就换游戏咯。中秋节不烤肉，再打麻将。哎，哇哇！哇谁谁这么好？伊利恩！哇！怎么你们都同一个角色？霸凌你啊！让你感受感受这世界的险恶。对啊，打麻将。哇！真的假的？哇！哇，该梦了吧？有，正在，还在路上。
这不用梦吧？这个这牌就很大了，哪需要梦啊？这张拜托，这张。你怎么没地址就跑了？可恶！早知道刚刚给……哎呦嘞！三色同客哎，哇！很亏贼吧，对吧？哎，好久，好难做到三色同客啊！你超大，我就说我很大啊！我就说不用梦想也可以很大啊！啊，被你跑掉啦！你看，对吧？三色同客，因为有三个红宝牌啊，因为刚好是拼五啊，五的话会有三个红宝牌啊。哇！哎，如果你没跑，应该四万八，对不对？什么脸？什么脸？我应该是设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哇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来。哎，苏燕，看，最好是啦，哎，今天怎么了啊？不睡觉运气比较好是不是？
好啦，以后打牌都不睡觉了。啊，本来是想要被画图，但太累了。李光，李光安安，李光妹妹，中秋节有票要包，李光妹妹。文奇安安啊，干什么呗？如果没空没精神，就等之后再用啊。画画吗？不会啊，不是，是我想画，但是那个图是要拿来用的，都是不会啦。我当然是睡饱，我当然是睡饱有手感才会开画图台啊，不然怎么敢画啊？对吧？喝水啊，干杯！阿美的换喝水，你换了，好喝，好喝的水，喝起来。你是不是很喜欢自摸啊，女孩？听起来很怪。什么脏脏？你才在别人台打字都脏脏的嘞，那里嘞？都看到了哦。哈？你哪里有？你哪里没有？你这么纯洁，嗯？我叫做洗好身体，等着你，想还想要榨干你，亲爱的啊，都看光光了哦。我明知道，我不知道哦。为什么会知道？为什么我会不知道？奇怪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认识他好像也有八九年了哦。
紧张咯，是不是紧张了啊？不用跳了啊，黄河那么脏，欢迎挂台吗？可以挂啊，挂台没什么好换的啦，唯一好换的就是三万点的画画啦。不是不是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紧张了？你要澄清？我不是，我不觉得那个需要澄清欸。好啦，可能起哄那些成分比较多啦，但是我觉得你打字蛮发自内心的。真的啊，好啦，详细对话内容就不要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弹腰，哆啦哆啦。不然别说跳进黄河啦，你把黄河水喝光都洗不清了，对吧？儿童不宜听的东西，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，你越喝越黄。没有啊，我那天就只是在做其他事情啊，然后打开来挂着听啊，然后就想说奇怪，怎么有一个眼熟 ID 的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哎，你耶，然后就一直讲些很吓死人的言论啊，我就想说你还可以讲什么，我就看嘛，对不对？说嗯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这样子，哦哦哦，然后嘞，下一句，然后一直等。这边有设18岁以上才能进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们自己听到的话，那是他们不老实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欺骗我们，在那边欺骗，说自己都已经成年了。呀，终于合到你了吧？你要澄清啊？就不用澄清哦，你都说你口嗨了，对吧？而且那边的气氛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也不是说本来就这样啦。你看，欸，台主没有阻止，也没有怎样的话，他想说那边气氛就这样，啊，你也不用特别解释啊。我知道啊，怎么有点大？你怎么一直讲我大啦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欸，真的不睡觉比较好运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有点大、啊、他那边是啊，你们这样聊，你看看一下聊天室，一个说怎么有点大，另外说他那边是啊。画图可以指定吗？指定哦，欸，我画过的图可以啊。那个画图其实是我随便画的啦，一开始是就是你换一个，然后给我人设，然后我随便发挥，但后面就是他们想要，就是就像你看一下我的贴图，就是后面他们想要换这个，欸，哪些啊？你们这些小白痴们，像有的要换这个啊，换这个啊，然后哦没了欸，就是有些有画过的图，他们想要。然后就好啦，就说好啦，妥协让你们玩，让你们画，画给你们。对，本来是没有
没有想要让他们指定，因为毕竟挂台免费的，就想说，因为还要修改什么之类的程序，我觉得会有点麻烦。就好比有些图吧，我看一下哦，无画暂存。落ち着くのだ。降屏幕这个。这只，什么？这只也是当时随便画的，然后后面说蛮可爱的，然后大家就想要。然后就开给他们画。你其实不用特别密我澄清啊，就知道齁。但是你那么敢聊，我就觉得说哇哦。对，搞不好那是你的潜意识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只就很可爱啊，干什么？然后也有这个是被委托最多的加委托最多的啦。干，那这个也是啊，这当时就是有一个人投了，就是委托这个。但是他只是说他想委托这个人，然后要画什么随便我发挥，然后我就画了这个，然后后面就发现太可爱了，就连你看右下角，左下角我也画了一个。棉被猫当然可爱，对，我就讲啊，有些人的人设我就会越画越喜欢啊，棉被猫就是其中一个啊。哦，是心痛的感觉，对吧？大家起弄，你跟着而已。不是，大家是拿小枪在开，你开到后面是拿原子弹在打，也不是原子弹啊，你后面直接拿火箭筒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那天聊天室大家都是那种小小的一发子弹，小小一发的手持枪而已。啊，你在那边扛着火箭射的，你哪没有？哇，今天的运气怎么了？你只是说什么？你要把那一天的原对话原封不动的讲出来吗？好，就晚上没人要打了。感谢柑橘要碰柑啊，靠腰，感谢碰柑。那还有人吗？还有人想玩吗？那碰柑你不要走啊。柑橘什么？橘子碰柑都是柑橘类的啊，怎么了？我就像你叫我啮齿类，我也可以啊；啮齿动物我也可以啊。我就是老鼠吧，我就是仓鼠吧，我就是兔子啊。而且我仓鼠病很严重，你看我玩黑神话悟空，我都没在吃丹药的。走吧，走吧，碰柑走吧。我是没有在。吃蜜药的那些的，我魔物猎人几乎也都不爱喝自己的水，都是喝免费的水，是后面真的蛮出来了才开始喝的。什么双人 PK？ 怎么全部都有这一只？怎么你会没有这一只？你怎么不会有这一只？该有的吧？四贵人里面这只最好看。我自己比较喜欢偏爱这一只啊。
然后那个还在吗？文琪还在吗？就是像刚刚不是说有人是委托别人吗？啊，我也有人是就他的 mod 啊，反正都是我观众啦。他反正就是观众有开台，就是他的 mod 去委托了那个台主送给他当礼物，也有这样子的。你真的要我讲吗？我觉得那天讲最夸张的就真的是你耶。欸，来了来了，最可爱的出现了，嗨，别被猫来了。怎么又要我冷静了？六六安安啊！台里不可以说别台的，不是，这是我的台、欸，怎么了吗？我没有说是哪一个主播吧，还可以吧？我就只是说你在那一台发那个、啊、发言的言论而已啊。你说我误会你嘛？但是我误会你，你说那边起哄，但是。啊，人家就只是真的是，小手枪随便射，你在那边扛着大炮在那边开火啊！你没有，我要讲出来了哦，我要讲了哦。那你下次问他你怎么认识繁星的啊，你这样子啊，你这样问问看啊，你就下次就去直接去问我说你认识繁星哦，你看看我们认识多久，我怎么不会在他的台，奇怪、欸、啊，正听没有，还好欸，没事，而且他玩光遇，我有带过他、啊，怎么不会有？好了，所以对方是谁呢？来，开始，大家猜猜看，猜灯谜。这是我错过了什么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他周边，他之前就有偏那个方向啊。他前一个皮的时候就有了啊。应该说原本人设的图，就是那个方向的了啊。啊，所以嘞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开火，是不是？平时上班压力太大，跑去那边开火。你口嗨哦，讲口嗨归口嗨，你还是要对自己的言行做责任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很多不是打个 low 被告，对不对？那也是要在网络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啊。你现在超慌张的，哎。担心什么？害怕什么？
不用怕，听我啊，反正有个老司机在隔壁开车，但他却说他不是老司机，他是清纯，他是清白的，他是清白的司机，就这样而已，没了。懒人包是这样啦，就是比如说好，你就想想看嘛，你一个乖乖的同事，他可能是这样的啊，一个乖乖的同事。上班都很乖，然后声音很少，话很少，然后结果下班你是经过游乐园而已，不是，那就是那种汤姆熊还是什么的，结果你就看到在玩那个 A186 啊，或是那种有没有跳舞机，跳得很强，或是洗衣机有没有？你一个人吗？怎么一个人？你说我单身吗？怎么了？你考虑我吗？你不烤肉，你考虑我？哇！没啦，怎么了？我现在一个人啊，怎么了？一个打麻将吗？没有啊，有人场欸。来打恐鬼。啊，我现在状况很差呢。要不要看标题？我七天睡十小时，你要玩恐鬼哦？带新手。啊！我就带新手，你要玩哪个模式啊？记。带新手，我上次就带过那次新手后，我觉得我突然很不会玩，我玩空鬼阵了、欸。你看要不要？不要，没事，你玩。奈奈是谁？会被鬼抓走。风池安安，你关台了吗？我记得你不是才比我早开半小时吗？奈奈是谁？我认识的奈奈就有四个了、欸，我认识的奈奈就四个，你是指谁？你关台了哦、喔，哇，太早了吧？山田奈奈，山田信奈的话我可以。包含贵妇，谁是贵妇？记。怎么只开一小时？不舒服吗？你跟我一样吗？你跟我一样，七天只睡十小时吗？哇，十天只睡七小时，那该死了吧？你要休息，晚安，学弟晚安。我还要打吗？有人还没打过可以啊。感觉快感冒了你哦、喔、有欸，感觉你快不行了。你都可以让位，我想你让了搞不好就缺一了。我都没睡，有睡啦，比较少。你要知道，手机刚买的手机，快充能力都很强，这样想就好了吧。怎么乱讲？你说没有人进来哦、喔？以前还蛮容易，就是满到排队啊。现在比较多主播后就比较分摊出去了，观众分摊出去了，对吧，朔夜？哇、wow、
哎、欸，是我。哎、欸，笨。哎、欸，那个还在吗？那位那个迪尔还在吗？对啊，我那天就是跟，那天就是跟另外两个比较偏新手的玩，一个比较会玩，另外一个新手，然后就是玩了噩梦一下嘛，就专家变得不会玩了、欸，哎，突然觉得有三个证据的好无聊哎、欸，他应该是不在了。我、哦、一直嘟嘟嘟，压力好大哦。不要的物は残しておいても無駄になるだけでしたよ。嘟嘟嘟嘟，或是上面有鳄鱼。嘟嘟嘟嘟，我们来个六头。干。干。结束了啊！怎么砍到这么惨？勝負ごとの頂点に君臨する者は、範囲に愛される。哎，感谢一夜月，感谢克洛伊。你看，没人，没人了。你可以来吗？你来啊！来来来，啊，这场打完不打了，走开！欠扁，要拿皮鞭抽你哦，抽你脸哦！哎，谁？这是谁？打个招呼。聊天室，这谁？打个招呼啊！好了，那碰干，感谢你了。好，感谢。这是谁？那个仔仔。换回灰夜姬会不会变惨了、啊？哇，我可以按这颗酷酷的按钮了哎！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哇，我
我不做人啦，舅舅。我不做了啦，啾啾！来呀、啊，再打！都扣着啊，不要打，都不要合啊，扣好哈。我超坏什么？我超坏啊，就很明显了吗、啊？然后还直播讲出来，来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会死的吧？哇，你很勇敢呢、欸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牌都很好哎、欸，啊就熬夜，熬夜运势就会好了。不是熬夜啦，也没熬夜啊，就不睡觉、喔。没有熬夜啦，只是睡不着而已。好好睡好吗？啊，就睡不着吼。七，燃烧阳寿。阳寿每天都在烧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呼吸，就会减少一些阳寿，喝水也会，吃东西也会，对吧？你终于解完月饼任务了，什么任务？六六要死咯，六六要消失啦，六六明天再看哦，你还没看哦，晚安，你要睡了吗？晚安晚安。我刚刚以为你会拼国士、欸、不用啊，国士也没这么大好吗？不是，还比较小哎、欸。没有，刚刚主要是因为吃碰啦、啊，有碰才会摸到字牌啊。你看，搞不好我没碰的话，字牌都在其他人手上。哎呦，有时候人要懂得变通。不可以被眼前的有没有利益所迷惑。
对吧？晚餐晚上要吃大餐了，现在不能吃，现在吃的话就会饱，饱的话晚上都吃不了大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饿。还是你会先选择先吃一点东西，反正晚上再说，对吧？饿是晚上饿。啊，饿，现在饿总比晚上饿好，还是什么？啊，没按到啊！其实我们很会打牌啦。哎、欸，我说实在，我说认真的啦，我没有很会打。所以有时候看别人，看比较会打牌的人，我就会想说，啊，他为什么要打这张？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会打这张，然后过几巡之后，他就自摸听牌这样子，哦，为什么？然后就再好好的就仔细看到底为什么，或是有时候 YT 上面也会演算法跑出。如果你碰到比如说什么六七七八，然后什么，你会先打哪张？你会打掉七还是打掉六跟八这样子？对啊，其实运气成分有啊，但是你也是要就是看他就正听你又回来干什么，对吧、啊、反正麻将这就是你要是没超能力，就只能拼运气，对吧？我们没有超能力啊！我也想要双力值一发自摸啊！我也想要双力值一发自摸的技能啊！哎，自摸哎！哎、欸，自摸哎、欸，看吧，就这样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啦，我在讲天才麻将少女月哥的技能，就是他的技能就是双力值，然后一巡后自摸，不，一轮之后直接自摸。叫什么大心蛋哦，然后鱼竿都叫他大笨蛋，为什么？因为笨蛋都会自摸了，你看笨蛋只要一发自摸赢了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在玩那个麻将的游戏，然后解任务的时候都用那一只，总比那个谁天将一好，都要海底捞月，都要打到最后才能摸牌听牌这样子。哆啦拱拱。五。说五就五哎，哇，阿北出事啦，阿北！一，你好扯哦！啊，以后跟人家赌什么就是不能睡觉。怎么了啊？今天怎么那么扯啊？讲什么来什么？你说刚刚自摸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不是讲五啦，我在看是我进哪张就开始听牌。我刚想说，哦，五万就摸来了。我想哦，五，然后四或北，就听牌啊。
嘣！那你今天没开台吗，碰干？中秋节，还是你要中秋节再开？哇，绿呢？没有，今天休。你的今天是16号休还是17号休？哦，16号。你这个图是什么？你这个图是色色的图吗？在干嘛？你在吃巧克力棒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我看起来有点色。感谢六六棉被猫，还有你是谁？感谢感谢，希望有帮到你解任务。是啊，是呵呵呵呵呵哦。我觉得他好像在拿巧克力棒在。这你画的不是不是不是，抱歉，我没有尊重的意思，是那个聊天室的画面太小。哎、欸，各位各位，有券里面有东西领啊，记得领啊。什么喵趣券啊？总不是寻觅券？哇！真的假的？解完了哎、欸，不开了，不开这游戏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打几场？三场。之前打个两小时都还没打完的任务哎、欸，怎么还有东西没点开啊？这个、哦。为什么还是亮点呢、啊？我要什么没有？哦，要领取哦，白痴啊！要领哦，要讲呢。你还没解完，我打了三场了啊！哎、欸，这兔子好可爱哦，吓到哎、欸！那这个是灰月姬吧？不是，你是谁？白色头发哦，无姬。刚要讲你就发了，发啥？我来慢慢解好了。你现在不是应该要睡觉吗？还是聊天室的，你们凑一桌，快点，一个人开房，然后把房间名称打在聊天室，你们自己去玩。解完了，好欸，下次开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吼吼！最爱繁星在金之间对战，他取这个名字，跑去这样子，我其实有点银之间对战棉被猫，嗯，同意。好啦，鬼转游戏，鬼转游戏，换游戏，换游戏。哎，继续我们的三周目吧。A 神话悟空，给你们五分钟敲头。我把皮关掉了，给你们敲到20分。其实有想要玩，靠，那都行。好了，看来都敲完了哦。那要关台喽，不是关台，那换游戏喽。哎呀，一直口误哎，天哪，我怎么了？
人家纠团过来，感谢追随，人家追随感谢 follow。一样啊，人家追随说感谢纠团，累了，玩靠吗？对，讲玩靠，有没有哪里有靠可以让我玩？啊，我的 Pro 手把是不是真的坏了啊？没电了，那我怎么刷色尾？哇啊哇！完了，我破手把放在这边好了。提醒我，关台要充电。啊，这真的好危险哦！难怪我当时是设定这个东西。在对敲完就关台了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哇，你连你也敲我，怎么了？我要把你的周边拿出来亮了哦，我要攻神你的周边了哦，我要帮你推销你的周边了哦。哎、欸。怎样？点数太多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最近太常开台开太久了呢，让你们点数太多可以敲了啊？是不是？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不好看啊，还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会给我你的照片，哈哈，笑想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碰干，你知道雅哈哈是哪来的人吗？这个有电吧？哎呦呦，这个有电！哎、欸，来这个。啊，开错了，我们要开游戏啦！啊，照片来啊，给我啊！那天竟然在我睡觉的时候打给我，傻眼！传个讯息我还是看得到的，要打电话。我想说，怎么又是我阿嬷打来吗？接下来，喂，我差点想说阿嬷怎么了？温阳说要打，就他，他官威比较大啊。来碰干这个啦，这款游戏啊叫《萨尔达》，找一下哦。可是你没玩，哎、欸，这款很推哦，真的好玩。因为它有些物理引擎啊，那些都很合理，真的是合理到不知道怎么挑它的错误哎，就这个，就整个就是夸张。你的电属性武器碰到水的话，会被电到。
你看，像这个是火属性武器嘛，然后再拿来烧。啊，应该说你有玩原神吗，小妞安安？你有玩原神的话，那你玩这款会觉得说，为什么？原神跟萨尔达的玩家没办法好好相处的原因，对。听说类似，应该说早期的话根本一模一样。这后面原神是有在开始就做出有自己的风格。我找不到那一段呢，哪一个啊？不是，哎。哦，我在这边躲雨啦，因为现在在下雨。我背后背金属武器的话，我会被雷劈，所以我在这边躲雨。然后躲着躲着，我记得前面有一只虫跑出来。我那时候吓到，然后哎，刚好捡起来。啊。有时候回去看，就真的很好笑哎。啊，撞你！哇，这游戏真的是很好笑啊，然后也会触发一些蛮白痴的 bug。有时候找不到，我要找到雅哈哈给你听。啊，那个什么呜加加加加加，那个没机会听到了，因为那个包包那些升满了之后就听不到了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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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找不到哎，真的找不到哎。他那件配音哦，哎，他是，那我记得是这个啊，也不是，可恶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哎呀，可恶，到底在哪里啊？他就是里面解谜解成功之后会跳出一个小精灵，拿那个小精灵的声音，好像是王国之泪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一直在这边当伐木工啊，这个有了，有这个应该有了，我在这边大量欺负动物砍树。然后打个牛，这个呀哈哈，有吧，可爱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好像不小心都，这个超白痴的，啊，摔死了，好笨哦，怎么摔死了？啊，这张图也很经典啊。
看了之后蛮像的，对啊。然后这个我很过分啊！我刚刚不是说物理那些引擎都做得很逼真吗？就是玩家只要想得到的，这游戏机会办得到。因为我手上这个东西是镜子，我现在反射太阳在欺负它，我就 DVD 的那个手电筒在照鬼。哎，怎么没用了？所以对啊，当时我不喜欢原神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嘛。但是我又不得不喜欢原神的某些角色，因为太香了，对吧？反正我就是当时是跟大家说，你就哎呦喂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你就不要一直在我面前宣扬原神原神原神，其实我都 OK， 就不要刻意来赞我都 OK 啊。我也有说。我也觉得原神的角色很香啊，然后一些都做得不错啊，可是就我还是不会去玩。各有各的好，对啊，这真的好扯哦。买 DLC 的不到一小时，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这样子了，哎，可爱。好了，我们就回到位到这边了，要去当猴子了。音乐先关掉，一关掉，大家拜拜。皮啦，皮再说拜拜。哦，手机烫烫。哎，我没抓到。哦，关掉。吓死我，要关了。怎么了？要关也是可以的，我只是去刷 POE 而已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不想见到你们，没有啦。这么早，那关台去玩游戏啊？关台玩其他游戏啊？对吧？都可以换我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图片改下我自己，图。晚安，克洛伊，晚安，中秋快乐。蘑菇不在市场的角落，蘑菇。哎，我不得不说，我画的这个自己好可爱哦。你是来吃屎的吧？哎，手把。完了！哦，好了好了，我再见的手把不是，因为这游戏它手把，万一不让我读取的话，我玩不了。之前我有一次，我有几次是开台开到一半重开机，就是因为我的手把。手把读不到，妈，我错啦，手把读不到啦，所以要重开机啦。棉被猫也要睡了吗？哦，不是，好，看到了，是克洛伊。等一下就看到我在兔窝的名字改叫月饼，抱着月饼睡觉，克洛伊。哦，克洛伊，你原来啊，完了，到这边又会小迷路一下哎。
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，欸，怎么刚关台了，怎么又开台了，我说，欸，就手把啊，老毛病啊，白痴手把。欸，碰哥，你怕虫吗？怕的话，建议你，欸，建议你继续看台啦，但是不要开声音啊。棒，眼睛闭闭。也不用啦，其实这虫还好啦，把它们当海洋生物，对吧？虾子、螃蟹，你当我虾啊？没有当你虾啦。认真说，他长得蛮恶的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走这吧，没有这一关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啊，都是虫啊、蜘蛛啊，所以就很多人不喜欢打这一关的原因。有人在偷射啦！太近了吧！天哪！爱查德安安。所以你会怕蜘蛛哦？大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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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安。嘎嘎抓更可怕哦，这边只有刚刚那个长得像嘎抓而已。里头藏着不得了的宝贝。宝贝儿，你模样这么伶俐，不妨进去寻寻。没事，我不怕蟑螂，不怕蜘蛛，不怕蜈蚣。噔噔。噔，重复道具。而且寒丝洞这边不可能会有嘎抓，有的话蜘蛛早就吃光了。加味绅士丸，姑嫂丸。加味姑嫂丸，啊，走这里吗？抱歉抱歉，经过，抱歉抱歉。欸，不是这，
来啊，怕虫的眼睛要闭上了哦。小声些。怎么那么痛啊？我拿出武器了吧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拿到比较痛的武器了哎、欸。哇，好痛哦！这一把、啊，这里又是哪里？这里又是哪里？打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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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射射，不可以射射，不可以射射。嗯，汤射射。好了。待会一个长得很像大王巨足虫的，害怕大王巨足虫的，请回避。哎、欸，会站立的白色嘎抓，有害怕的，哎、欸，速速回避，应该是这里吧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有害怕白色嘎抓的，请快速回避。哎呦，对，会滚呢。好，抓个痒。输了，再抓个痒，痒抓痒抓死了吧，繁星。完了，白痴，我在干什么？好菜啊。哦哦哦。哎呀。你真的好痛哦。
哎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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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怎么在跟我聊这个？你要关画面了？没事没事，打完了打完了，画面可以回来了。打完了打完了，我把虫杀掉了，没事，虫死了，不用怕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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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先喝水，才刚喝过哎、欸。哦，你是说游戏角色喝酒吗？哎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怎么可能是游戏角色？那我白痴啊？嗯，不是这里。啊啊！怎么是这里的呢？蚕宝宝怕了吗？长得逼真的蚕宝宝会害怕吗？哎呀，教主开台辛苦了，棉被猫晚安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准呐？哪里？最好是吼。打你手手啊！打你手手，哎、欸，没打到。太长了吧？哎！我的内脏。
有虫有虫，眼睛闭起来，有虫，眼睛闭起来啊！怎么配音？我配了什么？还是他配了什么？我只是 AAA 呢？臭猴子，你说山顶外的世界还叫什么？我配什么？我配了什么？你铺好了，太太踩我救人易救济难，后面咱们就各凭本事吧。忘了，你在造谣。臭猴子，臭猴子，你说这山岭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还有手手欸，手手冲啊！我们去打小黄龙，打小黄龙。争气点，感觉要换新手把了呢。我要换的东西好多了哦，绘图板、荧幕。手把 PS 手把跟我在想，我要 PS 手把还是干脆就买一个 Xbox 手把，因为好多游戏预设都是 Xbox 手把的按键设定，欸，都是 A 跟 B 啊，然后 X 圈跟 X。因为 Steam， 我 Steam 目前玩下来啊，大部分的游戏都支援 Xbox 手把。可是我还有个，我还有两个手把还没开过哎，欸，但那是 Switch 的。哦，你是成熟的手把了，你应该要会自己打怪啊。帅帅帅！
帅帅帅！我要来欺负黄老师哦！好啦，其实来介绍一下哦，这只现在等一下要打的王是，公认前三名最难打的 BOSS。我要来玩他。来玩。吴有音。要按照顺序打的意思啊、哦。不打了。不会怕。啊。要按照顺序打哦。要这样子哦。啊。我想说。算了，那走咯。既然不让我打，就放他赢嘛。说地，那我们直冲主线吧。啊，不是我不想打他，他不让我打。又是这只手，没错，又是他。你们都不用睡觉的哦，你们是我都不用睡哦，好夸张哦。我记得这边有洞啊，哦，这里。看剧情，我去聊聊。给你们看剧情，我去聊聊。我等一下介绍一下，不行我老婆的动画就只有两部，一个是在这里。不行，我不聊了。来碰干，为您介绍。现在前面这个叫二姐，然后刚刚帮助我们。就是刚刚不是帮我们拿那个大喜大喜的吗？一直有出现的女角色是四妹。这个是二姐。闭嘴！好，对不起。好蠢的东西，快些走！好像没大姐，就是只有二姐。又不是三姐姐你成亲，对，三姐，右边是三姐，然后左边这个是五妹，五妹就是我老婆啦，谢谢啦。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，我来迟了，妹妹们久等。我觉得五妹很好看啊。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的这般憨丑？嘴脸是有瞎子。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他的动画就只有两部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最后，没了。为了抓他，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，有点黑，看不清脸。这样子我就说嘛，关上灯都一样啊。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，捉的好东西，师妹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他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，连你也不消停。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？哦，她是大姐了。哦。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呢，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。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、姐姐，母亲是老糊涂了，
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着纯物。不是晚上啊，我说关上灯都一样啊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，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，先挂台去忙一下。好，碰干晚安。自然也参不透他今日的痴心。世伯那边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借来的福分能多想一日也是好的。啊，你这样的意思是你等一下不会出现的是不是？好吧，晚安碰干。晚安碰干。晚安。前面便是母亲的蓝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。讲个话可以不要转来转去吗？转什么转来转去？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他那些人。还有啊，不是啊，但会走来走去啊，尤其是眼睛。姐姐肯定会走来走去的吧，没有不走的道理啊。细细记住了，快去，别误了时辰。来开打，要去打 G 八戒了。哎，走哪里？走哪里都是你。啊！我每次到这边就不知道走哪了。哎，往下啊。啊，白痴啊！每次都走出来，根本不用出来啦！哎呀，好气哦！每一次哦，都会再走出石头外。一个和尚，拿下！拿下！怎么那么黏？
到了，到了。姜菜皮蛋豆腐，晚安。猪八戒。我靠！等一下哦。这画面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老猪受不了啦！哎呦！咚咚咚！快走！没料，没料。好，拜拜。
不行哎、欸。别闹了，若不是你，他们都不会死。弼马温。哦，画面。错啦，没有要吹风啦。我狼哥，救我！狼哥，最后一下给你啦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，好吵，我在干嘛啦哟，感谢堂堂九个月订阅，怪什么东西，好吵，我在干嘛啦，1小时37分，哎，这叫诈尸吗？尸体爆破、啊！喂喂喂喂喂！超丑哎、欸！回来了，好，欢迎回来。啊，补一补好了。修行准备。
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迎天命人，好痛痛痛痛痛！嗯，不是这我此生最恨猴子，回回都是你们坏我好事。我究竟哪里不如这些猴子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猴子，我便抛了他的心，挖了他的肝，我就变成猴子才对吧？对吧？我就变成猴子。哦，好不习惯搓棍喽。哇靠哇靠哇靠，谁说
又按错啦。多安安，梦幻多安安。莫管我，快追上去！取回师兄的东西要紧，你快逃命，我自有办法。此等面目，非我同类。能有二心。
嗯？走哪？哎？我怎么来的呀？哦，爬上来，上来，向右转。稍安勿躁。哎靠！汉降龙，海底捞月。山东虫，咚！但是，情啊，侯兄弟，你有空，本侍女做茧，本侍女做茧。
好喂，哇，这样其实速通一小时一关，我好像办不到哎、欸。我办不到。哎、欸，我们走这呢？杀杀杀！快逃！快走！嘟嘟嘟嘟！哎、欸，聊天室的卢迪大王，打第二次有用吗？有人有玩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去爬文喽。我要去爬文喽。我舍身入卵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你不谢我倒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。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谁的刀快，谁就有理。红刀子出，哎、欸、啊！我喝什么水？我在喝水，我为什么要喝水啊？不用问啊，问你同事又说啊，要这样打，要这样查才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哎，摸！好，我去爬文。
敌大王。好，看一下哦。迷道人变身既有包，我说不用打。无敌大王，慧月魔君，无敌大王，而且我们会少拿很多限量材料哦，还是要打。OK， 打，怕好利息。也是会动的就打。有材料。我觉得不觉得是万能家没有本事，无法与你报仇，只能再次。我本是个卫，我与夫故地一人，庄子离人。我原想和那火虫爬的刀马渡，你也要去那林间，切记多备些锦。你也要去后那林间，俱是些放毒的妖魔。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今朝醉，来来，打掉打掉。走走走，别碍着我喝闷酒。看你那，快拉！我想点你。爷爷甩两钩子，你就死了，留着性命不好吗？大胆！你这毛怪，我意欲放你，你却定要与我为难，自寻死路。我以后者。尝尝我的丧气之痛。三，
会晃，好会晃。干什么？鬼后生！好，喝水。杀妻之仇何日能报？我挂。咚咚咚咚。嗨，米米，又在这边又遇到了你，对吧？又是在要拿藕包的路上遇到你。哎，藕包就不用再留了，对不对？直接跳过打灰原魔君就好了吧？又到紫云山，对，每次都在紫云山遇见你，不禁想问道友是否在修仙？米道友，嗯？人家是迷道了，你是米道友。昨天在。昨天在浮屠，哎，我拿狼牙棒打他，哎，我刚是拿狼牙棒在打无敌大王，哎，够坏吧？你几周目了啊？三了吗？
也没有，哦，我的山东虫拿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终于啊！道门宝地容不下何人。哎，终于不用拿山东虫了，快乐快乐。我觉得我分身都行。你竟然是猴毛派的人啊。主要是我觉得毒敌大王动作比较多啦，魏魔君他动作少，他难，我觉得他难打是，他动作太他太大只了。哎，为什么锁不到？白痴，你看他每次都这样子，哎呀，我这样气死，我滚啊！
卢迪大王会来帮你，我没有啊，我一周目就是略过这个啊。然后二周目，卢迪的大王不是把他打到下一阶段吗？我有看人家影片啊。哎、欸，这阶段我就真的陌生了呢。按错了，哎。真的是哦。什么东西？那这个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哦，挡不了！哦哦哦哦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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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！白痴！
哎，还是我不要拿老鸭棒了。哎，我觉得玩的还不错，可是，哎，伤害太低是不是？不要玩松鼠，你说拿枪松鼠那一只啊？枪火重生吗？好啦，拿这一把。现在不是玩绵羊吗？我觉得绵羊很好玩欸。对啊，晚上来研究羊哦，他的一是斩杀，就是他血条下面会有一格东西，然后当他就是你打弱点打到失衡啊，那一格就会变很大，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低于那一条线的话，可以直接斩杀，超好用。有些 boss 不是无敌吗？但是他如果低于斩杀线的话，一样可以杀掉 ，OP。OP 呼咕咕，真的是好短哦。
太痛了吧！刚补满呢，哥哥。咕咕咕！差点就可以直接过，为什么还要复活？天哪！有啦，我会打这只了。哎，就只是棒子比较短，好气哦。刚刚续的时候应该切棒子，切棒子。我也不知道为何都争着往上爬。执念，欸，米米没有打过前面的三条龙，欸，没有打过前面的龙，后面不能打龙，欸，哎，要用劈棍玩吗？不太会，欸。我要强化租金声套啊，很推是不是啊？还是可以打啊，就我就只是想打小黄龙而已啊，我就只想跟小黄龙切磋切磋啊，金身。啊，金身是专门打哦，金身该不就是刺杀流的吧？七二，
OK。我也想要大力套啊，可恶。师兄，师兄，救我。五妹，我来了，五妹。又与你法宝相。我们看完五妹，我们就跳动画。真见了他，我还是下不去手。后来天命人赶到，我打躲不过，洞里已被那猴子叫到翻天覆地。区区一只猴子也忒无礼。你旧伤未好。又被他打作心伤，放心，我替你打点。师妹，那东西还在你身上？东西可还在你身上？还在。师妹啊，你虽样样不济，能把天命人引来这里，也算功德一件。但我借你的东西得先还回来。哎呀，要变就早点变嘛，可恶。哎，五妹，好了，看完了。五妹，我来救你了。你哭了一辈子，安心去吧。对吧，穿到，哎，太痛了吧。
想逃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要逃，没有逃。我去！天王我也会疏而不逊，白岩千木，绣花针，原来没给你一法的解释，你从何处又寻来一剑？冻干，晚安，晚安休息，晚安晚安，辛苦了。辛苦你来看我打蜘蛛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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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痛痛痛痛痛！哎哎，我闪了，可是空中不能闪啊！天哪、啊！哎，小黄龙，小黄龙，好可怜啊，替我挡道！哎呀，你很可怜吗？本事虽有长进，却还是个笨货。这番不但伤了我，其实刚刚小黄龙，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打那个是打哪一次啊？打紫珠儿的时候吧，有集到三个豆，然后开大招，哦，帅！可命运呢？哎，不是，好像敌毒大毒敌大王的敌毒毒敌大王的时候啦，毒敌大王的时候有亲口尝到，也不知到底是想要。还是不想要，比较感动哎，哎，就这一章开始啊，我都觉得很难过啊。好了，又到了。又到了这里了，哎呀，你的周末快结束了呢。没办法，牛魔王是什么都没得选啊。对，牛魔王从头到尾没得选。好的，他也没有吸神器，根器，神器是什么？不是走这，往哪走？这是这哦，对不起，
真的是走这哦。哎呦，想偷搭。我们救完前面的牛哥棺材，往什么东西啦，哎呦，哪边都不能躲是不是？四角，没偷皮。哎呦！醒了没？要打吗？不打了。就是你这猴头，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，不知为何昏了神。无奈牛魔王麾下先锋，还好未伤你性命。饶你，饶你。你的事我早有耳闻，你要寻的东西老大王定然知道。进山里生了妖，上山的关隘也被我想你有些溜撒。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那车儿我觉得奇重，
眼下老子还得守住山门，这火焰是棺材车用。好，没了。好了，棺材，棺材，棺材车。啊！哎呀！我怎么打、啊？我这还是不会打这只哎、欸。呜、呜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只能打手收是不是？好了，棺材棺材，哎，洗个澡。哎，咪咪，神奇宝贝图鉴啊！不惜晚安，雷雷晚安，咪咪晚安。下，等一下打平平对不对？平平啊！拜拜，我手是瓦拉瓦拉。为什么跟我拜拜要这么快乐？如果你很快去，你就拜拜说。可以用普攻打吗？哇、欸，不行。然后这样挥一棒有没有？当棒球打。抱歉啊，我饶你一条命了，你还打我？打完十副吧。
欸，不用打哦。哦，好啊，那我留着打师傅了。好了，各位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等一下洗完澡画画，拜拜，拜拜。